平台上直接买来的帝王蟹，到底靠不靠谱？我前两天在公云一生活 APP 上买了个帝王蟹。哦，它的刺儿比玫瑰还多，准备在没有人在家的今天犒劳一下我自己。最简单的就到极限了，咱们就蒸它。四哥，这也太香了吧！再调个波波盖，我们来个鸡血成熟，香死人了！小时候都要飘出去二里地了，朋友们。我还顺带买了点烧烤和奶茶。我是用的工商银行信用卡，在工银易生活 APP 上品质外卖专区里买的，因为它现在有外卖刷刮乐，特别合适，最高可以省38块钱，还可以8块8抢咖啡、茶饮和热门视频网站的会员，还有这种周周乐活动，像我们这些商超使用都会有满108抵减30元优惠，居然还有主题乐园门票优惠。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该花花该省省，只要是能省的，咱一分钱都不浪费。线上购物用工银信用卡支付，优惠多多。这才是真的蟹肉棒呀，家人们，你看整条蟹腿儿，这些都是我亲手包的，粉丝先吃，自己在家胡吃海塞一只帝王蟹是什么感觉？毕竟我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，这些都是我应得的。我看网上说还有那种呈蓝色的帝王蟹，咱们下次也挑战那个。